没事吧？你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在这里刷马？因为这里有水啊。你可知道，这里是皇太妃的猎场，旁人不可以进来的。我是给皇太妃养马的仆役啊，旁人不可以，我可以。是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叫他了阿波，你呢？胡年。 小胡年，你叫我什么？叫你小胡年啊，因为你受惊的样子，特别像个小女孩。小胡年，我眼萨格看上的女人只能属于眼萨格。小胡年，别多想了。对了，我看你的伤怎么样？ 怎么了？你可知道我是谁啊？你是一个马术不佳的落马女子。我是这片猎场的主人。猎场的主？你是皇太妃？你救了我，与我有恩。你要什么赏赐，说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赏赐就不用了。如果你想谢我的话。 小胡年，你放手！你不要觉得被冒犯，你是我的客人，我就应该好好照顾你。走，跟我走。 抢走初代的人就要出局，最后能够拿到最多红初代的人，就是今天的勇士。他能带走自己心仪的姑娘。在我们部落，阿曼是所有勇士心仪的姑娘。哎，是要送给你的。你也要参加？ 当然了，为了他吗？为了我心仪的姑娘。 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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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
去。真厉害！啊！是不是媳妇儿的呀？给。好样的！好样的！好样的！你为什么给我？你从我身旁经过，便带走了我的心。